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咱这梅花鹿喂的是花生秧，花生秧也可以打碎，豆秸、玉米秸秆都可以喂它打碎，给它掺上玉米、梅花鹿，还有豆粕、豆饼，都可以。这个梅花鹿很好饲养，想养殖的关注我一下，免费的红心点点，要不找不到哦。